你做不做？做什么？哥们儿，我新开一家店，想请二哥来镇镇场子。谁是二哥？这不满院子二哥吗？这你请不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不差钱，你开个价。不是钱的事儿，那就是钱不够的事儿呗。够，管够。你们为什么要请关二爷？压中意呀。运请高明吧，这事情我做不了。关老二不就是一看大门的吗？少给我装！你别拿这些玩意儿当生意嘛，我不缺钱。但缺德啊！你这个挑烂木头的捏的，朽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污，玉可碎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不可毁其节，真是给你脸了。